由于姐姐沉迷盲盒，于是给她准备了惊喜。盲盒嘛，这里面全是我给你准备的，哎，惊喜！嘿，你又想整我是吧？没礼貌！哎，不是，都是我精心准备的惊喜，你玩一把。那你也绑上，咱一块玩。哎，是不是两句话？来，石头剪刀布。生煎蘸芥末，不能露出痛苦表情，并且说。好吃。Oh no！ 好吃。哎呀！大力胶撕腿毛，并且说爽。嗯，我没腿毛呀，你没有。准备好了吗？一撤。反正明天相亲，就当脱个毛，明天好穿裙儿，漂亮。扯吧，都啥年代了，你还相亲？哎，告诉那宝藏人这探探，你就要去上面晃了晃了，一大堆男生帅哥，不光喜欢啥样都有。二舅刚在上面找一个女朋友，这不比你相亲开盲盒？三个异性打电话，并说出以下内容。谁呀？爱你，对我来说是一种折磨，但我不得不折磨我自己，因为我无法不爱你。你听懂了吗？他谁呀、啊？我问他是谁呀、啊？谁呀、啊？我不知道啊。谁？到底是谁？我怎么？谁呀、啊？他现女友啊？啊！那是该死！妈给我分！呸！拿我的一颗豆豆巧克力，今天我就要干！终于让我逮着了！带着气球，俩人去啊商场。溜达一圈。